大家好，我是小刚，今天下河抓鱼，刚走几步鱼儿就乱跳起来。刚走几步鱼儿就乱跳起来，高兴坏了。咋就得人肉？到处都是鱼，但是一条鱼都没抓到。这边又汪汪汪，快点汪汪汪！你看，到处都是鱼，就是这个网，网不行，没有抓到。要是那儿子就找你，我你到你那。把下脚往我他家那身上吧。我那边哪是走？我哪条山脚着？哎呀，你还没睡觉？嗯。你说你叫谁儿子？你那不，你说叫你的鱼往湖边走呀？又有鱼上网了，看见没有？在下头。哎，咋不能叫？这位大爷，我看一下他的鱼，他以为我要取他的鱼，我只是看不取他的鱼，看见没有？嚯！我帮你带啊！不行，你带你表哥带。来快点，嚯，害死人！那几把网，他那个来把才先丢，来把吃到我菜，你说这三四条，嚯，我脑子跑不掉，我掐到那里掐死去个，八点。老大爷用的是7公分的三层网，我一会儿赶紧到市场上去买一铺来，这个河里面的鱼太多了。嚯，你们能不能走了上来就走了，快就穿上来就朝头上面躺下来了，看到他们的鱼去了。给他给买斧头王来。哦，这买回来哪吃到的？不知道啊，咋的吃？好，和你认一下。买把7公分圆龙，10公分圆把圆大不？我言。8公分。7、8公分呢？把鼻子都人家三斤两斤。没三条。
这么小事儿了。嗯，我不要打打完。两不是脚脏，农家。嗯。两不是脚脏。嗯，小的差多一批。反正三层网高。嗯。四公分。两层网。哦。你原来皮网是在海头吃。哦。今天运气真不好，到河里面抓鱼，鱼儿到处乱跳，到最后我们一条鱼也没有抓到，鱼基本上被这个旁边的老人抓走了，哎，运气不好。